大家好，我是湖南人，我的名是我的名台语足歹讲的，我讲国语的，阮氏姓袁。他们两个差不会很多。所以你是几公分啊？187，差不多了、所以我要很小心，不然他们一人一边把我扛走。一个大一，一个高二，三个男人撑起头上的天。153公分高的妈妈依然勤奋努力。要拖到非常干。对，要把它拖很干，不然那个住户他走路会跌倒。半小时的功夫，五层楼高的楼梯清洁溜溜。三年多来，周一到周五早上，天天连跑八栋公寓。欢喜心来做事情，你就不会感觉累。因为我家来这边，我要帮忙生这个家，因为我这个家是要付房贷20年，啊，小孩的学费的话，如果靠我先生一个人是没办法撑。要省钱，好像有一段时间，啊，就自己买这脸盘。时间压缩着用，成一代工。18岁嫁来台湾后，这一双手没停过，一切从头学。我爸那时候讲说，如果你要用钱，就是要靠你自己双手去用钱，你不要靠别人，也不要伸手跟别人要钱。手在动，耳朵没闲着，随着一分一秒过去，工作完成了，心也通透了。就像我们人需要喝水嘛，也要需要有法水来滋润我们自己的心，因为你有法，你遇到事情你自然就有办法可以把它转念的。请问母啊，在台湾说要每一个一人过一个月吗？对啊，你看，已经安尼，主要开工价格。对呀、啊，真的无简单。我着之前着来看因婆婆的时阵啊，我着想，你家己个安落来，越南女性坚毅特质令旁人讶异，儿子已经耳濡目染。所以别人要来帮忙的时候，不用，我这现在自己可以，除非我那个没办法，我再找你们。都是妈妈影响你的。一部分也有我自己自律的。哦，上人说，我们这一辈子都是我们过去生写的什么剧本。不要喊苦，因为只喊苦，苦就会来。如果你喊福，福就会一直来。牵手感情真。哎呀，那我也不理。